善现祈请分第二。师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。第二品呢，介绍了佛说《金刚经》的缘起及什么原因佛说法，缘起于须菩提开始问佛的一个问题。当时呢，长老须菩提看到佛上座了，便从大众中站起来，偏袒右肩。偏袒右肩呢，是当时僧团的着装方式，就是右臂露在衣服的外面。须菩提呢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单腿向佛跪下来，双手合十，对佛说：昔有的世尊，如来一向善于开示种种法门，令所有的菩萨能护持正念不失。经文中有善护念、善咐嘱诸菩萨。善护念的意思即护持正念，令心清净；善咐嘱的意思呢，即开示、叮咛或提醒。须菩提在赞叹了世尊以后呢，说：现在我有一个问题，希望世尊帮我开示。如果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他们发心想求取佛果，他们应如何修行才能令心安住？如何降服内心的杂乱与烦恼？须菩提呢，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后世称他为解空第一，即是说他对佛解说的空性智慧呢，领悟的比较透彻。此时他对善男子善女人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当然这些发心的人也包括佛的阿罗汉弟子们。对刚开始修学佛法发心求证佛果的人，他最大的烦恼即是心不安，心摇摆不定，抵抗不了五欲之乐的诱惑，身心呢常被种种觉受和境界转。而对有定力的阿罗汉来讲呢，烦恼是来自于对这个世界和人生的业力。曾经无上正等正觉要行菩萨道，那怎样才能安住在这个世界，用柔软慈和的心广行菩萨道，用种种善巧方便度脱众生？罗汉们虽可以靠定力，不被世俗虚妄的娱乐诱惑，也不必进转，但以寂灭为乐的心态要生出慈悲心，积极入世也比较困难。但慈悲和智慧是空性的一体两面，没有慈悲心的空性不是佛的真空境界。佛陀赞叹说：好啊，须菩提，你说得很对，我时常叮嘱你们要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，而且要常常护持自己的正念清净心不失。现在你听好了，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发心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在这如是的意思呢，即应该像这样安住，像这样降伏自己内心的烦恼和杂乱。佛陀说，你应该像这样安住，像这样降伏自己内心的烦恼和杂乱。说到这儿，佛应该是停了下来。如果你是一位非常清净的佛弟子，从《金刚经》一开篇，佛平静地做的一系列事情到现在，佛坐在坐垫上示现的样子，你或许已看到了一位佛无所住的境界和状态，心中了无挂碍，非常清净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是的意思就是这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问问题时心安住了，当下安住就是了，还用怎样的降伏呢？
显然，有的弟子还不能从这种无言的教授中受益。须菩提说：“唯然世中悦乐语闻。”唯然的意思是答应了一声，相当于哦，或者沉思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世中，我正非常欢喜地准备听您的开示。”在以下的开示中，佛谈到了修学的方法与应具有的正确见地。